各部屋ベッド置きやすいけどな、これを立ったら ここに置けるしな、うん、これボンって置けるしな、うん、そう、これぐらい、これぐらいなくなる、そうそうそう、ちょうどいい感じ、うん、それは24時間強制、24時間換気、24時間強制換気、うん、他这个房子设计挺好的，哎，对，所以当时我们看了其他的，然后突然一看这个，嗯，对啊，我也觉得他还好，要不然我也不要跟他的人不跟他啰嗦，对对对对，因为他的这个房子还可以，知道不？所以压着脾气跟他说话。这个你的房子还可以，要不然我们早就给你翻脸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房子还好，就主要是房子好，而且它的设计比较欧夏的嘛。它每个房间都有很多就是放东西啊什么的地方。你这不就不用买柜子了？对，然后你把东西全部放好了，你的外面房子该什么东西就是很整洁，你把那东西一关，对对不对？这屋子里面什么东西你很整洁的，你管它这里面是什么乱七八糟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就是说这像以前我听他们说买柜子啊，这些钱也得花一两百万，就是买那些一修摊丝，对对对，他们去他都帮你省了，对，这结婚啊什么的全部挂好，上面拿两个当铺或者什么东西架，对，底下再搞一个那种几个档，几个有那个一层一层的那个，对对，然后你们的四只 case 就是说行李箱也可以放在上面，对对，而且它不是那个，它每个房间都是这样。对，而且它楼底下，这个楼梯底下也可以放东西。对吧？它做的也挺好的。它这个就是当一个小棚子了。对啊，这个挺好的。对对，你看。我喜欢这个楼梯。喜欢这楼梯，不错不错。这小孩小小的房间放在这儿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喜欢这个楼梯。你小心别碰着头啊！刚才已经碰了。刚才也碰了头。OK， 小心。他这个，其实他这个房子，他是可以放你单被的。下面一个，那个上面一个，那个就是可以插头的。就是说中间这里是，然后这里一个床，那上面一个床，这个可以就是说放两层的。两层的。你单被的有。对。就这么横着放。他设计，他就是设计给那个小孩。对。他这样设计都是有原因的。对啊对啊，他就是你单被多铺，然后就正好各有一个窗嘛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。是的，我当时在想说，他的窗户怎么不像那边啊？能够开大一点，他是这样子的。对对。然后小孩安全上，他不允许开那么大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小孩是危险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他不用窗帘。对。根本就不用窗帘，因为他外面看不到里面的。对对对，他当时就是这样想，这样设计的。就放一个。就是双层窗，它的上面可以开，下面都不让开的哦。下面不让开，因为这里有窗户嘛，你要开窗透气，用这个窗户就足够了。就是那个这么高的话，是有大人的吗？对对对，它就是说开的那个，就是说比较小嘛，对，就比较安全。小孩一个人，这钻很难钻过去。对对对，他们设计都是很合理的哦。对，很科学的，而且它的这个高度比较高。对对对，一般接触你想开窗接触不到。对对对，就这样。这个放一个双人床挺好的。哎，对。我刚刚说，你提醒我。啊。他那个双人床用的。就是这个就是用双人床用的房间。你单被的呢？因为其实睡房的话，就是睡觉用一下而已。对对对，平常都在底下，谁洗不到呀？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放个双人床挺好的，双胞胎用的房间。是的。
挺好。你当时还在琢磨，他设计成这样是干什么用？挺欧，现在才明白。对，挺欧下来的。嗯。也很安全。哦，对，他所以他在上面还是搞了一个那个插头。对对对，然后等双胞胎大了以后，然后一人一个房间就行了。对对对对。那时候三个孩子三个房间，加上自己夫妻一个房间，四个房间嘛。对，爸爸妈妈来的时候，现在小孩子小，他们一个房间就可以了。对对对。另外一个房间给爸爸妈妈住就行了。双胞胎嘛，先住一房间。对。照顾小孩也好照顾。嗯，没默默搞是我内讲，是给他单独一个房间。对。要不然他们就三个都搞了一个房间，然后另外一个房间给我做活动室嘛。做你的书房也行。对。嗯。哎，他这个房子我在想，他为什么其他人都没看好？怎么会没看到这个房子？又不贵，他设定的又不贵。怎么不贵啊？他以前是三千、哦、三千六百八，三千四百八，哦、怎么不贵啊？对啊。那最后他就是因为一开始设定太高，最后越来越降越低，越降越低啊。也不是说越来越那个，因为他有时候你像这些就是。